属介绍一下，就比哦，在我们这个2000年正式出道哦，这个呢踏进了我们的演艺圈，2001年就呢这个进入到我们的电影圈来拍摄电影。那我们2002年有拍摄了一部叫做《再见阿郎》，接下来呢就开始主持哦各个大大小小的，不管是谈话性节目、娱乐节目，还有我们非常棒的旅游节目，哪里好玩哪里去，通通都可以看到我们唐林的身影。而且呢，他还主持了娱乐节目，更重要的诶，还有游戏代言、舞台剧、健康书籍，看了安那运动，会当亲像伊遮瘦、遮水、遮美丽，佮会当遮紧实啊，好不好？对，肌肉紧实，有没有？该紧的就紧，不该紧的我们还是很紧。会运动有声，那运动有声音啊，力量用错地方啊。是你莫想结实，你知道吗？爱结实，虽然线条漂亮，有第你若食伤硬的时阵，搁结实，你就瘦袂落来啊。哦，对啦，所以你一定要练到那个线条是完美漂亮的，浓纤合度是适中的，那结实就是真的漂亮。也对，也对。所以如果你那个手感换了吗？像大树一样高，我都肯定唔好。而且你按一下，你那第一个真正用硬的，用软的，有没有？我们呢出现在哪？哎呀，跟大家报告，频道可多的呢，有我们的中天、中视、台视、华视、民视、三立、公视，你阿伯是带你无去的啊？啊，你无去啊？大家拢去尿尿啊，直接在弄弄到你走透透。也是要让大家就是多看看嘛，我也是爱看明星，我也爱看三立啊，有啊，我爱照片有一块。以前哦，我这个唐明哦，这个戏剧哦，这个演出受到大家肯定，也在我们这个呢。7:30的档次，三立的戏说台湾有没有？哇，台湾加追加追吼，那这类的单元剧里面都能够看到我们唐林美女这个古装的身影，所以今晚你来电是看到伊时装啦，是啊，所以很多朋友就说，哎、欸，这里跟他会修第一条腿，你是个女神啊你哦，对啦，还是那个地头套啦，我两个包啊啦，阿姨今晚无地包啊啦，拿地板拖哩。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曲呢，是一个